时咱们高中的这群猛鱼全部是一个蒙圈的状态。不过黑魔神已经开始展开猎杀了，过瘾过瘾，真是太过瘾了。兄弟们，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些家伙是多么的贪吃，小白鲨还过来凑热闹，真怕回头就是上来给他一口。为了让食物不被抢走，这货果断选择换个位置，并将泥鳅给吞下，秒杀只在毫秒之间，小虚骨的肚皮也已经撑了起来。经历了十多分钟的进食，这群家伙已经吃到撑了，每一只的肚皮都是圆滚滚的，不过还是没有完全的倒掉。兄弟们，你们说这个缸里再加点什么样的猛鱼比较好呢？